长安城必然大乱。 圣上带着最喜欢的小皇子出行，没想到在坊间游玩时遇刺，小皇子差点丧命，作乱之人并未查处，却怪罪到了长安城中那些异人头上。走，快点，快点走。 他们呀！你可知道，遇刺案之后，朝廷是如何对待长安城中的异人？三千余众啊，只是耍耍戏法，卖卖皮草。 敢杀出长安，很多孩子饿死了，我就算与你们同死，也要为我的族人复仇。那个小皇子不就是我吗？只因这一朝变故，害得世间生灵涂炭，是圣人的错吗？还是我的错？ 天下还有救吗？遇刺案不是你的错。你是皇子，你要活下去。只有你活下去，才可以弥补过失，让长安城恢复祥和安宁。活下去，为了长安和百姓，你们活不了。 迷香燃起烟雾，可以生成雾气，召唤异兽。异兽肆虐长安城，必然会引发朝廷动荡。心意过后，长安城必然大乱。殿下小心！ 这些妖兽了，我只是今日之举中的一员。我们的人遍布长安各处，阿奎那达索已经降临，血洗长安吧！你们快走，我拖住他。